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创，在目前在新住在新山，在新加坡做工的。那么我刚刚开始接触外汇的时候呢，根本对外汇跟国家经济一窍不通的。那么来了Kingsley Academy 来学习了2、3年之后，我大概大致上大概懂了一个国家的。经济怎么，还有政府的政策，怎样让一个国家可以，去运作一个国家？那么当然我来 Kinsey Academy 我学了很多，怎么样去把这个货币，学怎么样去做这个买卖货币，然后还有一些。怎样去做趋势这些？那么今天3天2夜，这个让我更深一层的去了解课程，还有老师的这个爱心，然后无私的跟我们分享。然后这一次的课程非常不一样，因为多了很多互动，然后让我们用绞尽脑汁去想，去让我们自己去想，怎么样去。一个国家是怎么样去运作？让我们来当一次行长，爽不爽？那么再一次感谢Kinsey 老师的用心。然后未来呢，老师再办这种3天2夜也好，2天1夜也好，我一定会再次参加。谢谢。